老男孩胡先煦特辑公开，小男孩成老爸感情神助攻。2018甜蜜起航，遇见美好未来。由刘俊杰执导，刘烨、林依晨、雷佳音、胡先煦、郭书童、李建义等主演的电视剧《老男孩》每晚19:30正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热播。爱奇艺、芒果 CV 全网首播。今日该剧公布了胡先煦特辑，无论是萧寒还是胡先煦本人，这个小男孩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度活力，电量满格，是戏里戏外大家的开心果。古灵精怪，演技老道，这个少年也是老男孩。萧寒、胡先煦是作为一个正值青春期的阳光少年，有着和同龄人相同的爱好，喜欢打篮球，和兄弟组乐队，跟邻家男孩一样接地气。萧寒戏里戏外无缝切换，镜头前的他完全沉浸在戏里，当导演喊卡时，他立马变回欢脱的阳光少年，格外淘气。萧寒在不同情感状态下切换自如，获得了老前辈李建义的赞赏，他演技非常的老道。在拍戏过程中不像在演戏，就像在生活中一样。剧中的他经历了家道中落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变养父，让这个孩子在心灵上有了突飞猛进的成长。他叫同龄人对情感的思考更为细腻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男孩的外表，但过早的自立让这个孩子慢慢成长为男人，其实也是另一种老男孩。父子对戏火花频频，萧寒为老爸幸福操碎心。刘烨在特辑中讲述了这对新式父子的情缘，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孩子出现在身边。两个男人在一起会变成一个敌对关系，两个男孩开始的时候针锋相对，十分具有戏剧张力。此前公开的预告片中，吴峥与林小欧两次亲密接触都被萧寒正面撞破，画面十分逗趣。萧寒十分希望老吴能跟小欧老师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所以不断撮合他们，为他们的幸福加油打气。在谈及和老男孩刘烨合作感想时，胡先煦坦言特别舒服，没有磨合期。刘烨也有同感，表示和胡先煦两人在一块对台词的时候经常擦出很多火花，拍摄现场欢声笑语不断。电视剧《老男孩》由华策克顿旗下上海好剧影视发行有限公司、中南文化北京千亿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爱奇艺联合出品。该剧戏里戏外都满载着欢笑与美好，期待后续的更多精彩。